中国革命军的俘虏，这是怎样的天下奇闻？这是丧心病狂的反动丑剧！你能代表红军官兵吗？能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希望中国能有一个勤劳的明天。大家好，我是光荣与梦想的导演刘江，非常荣幸获得第18届中美电视节的年度最佳导演奖，感谢中美电视节组委会的肯定。 光荣与梦想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献礼剧，此次能够走出国门，收获海外观众的喜爱，对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。我们会继续努力，继续用心讲好中国故事，让中国好故事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最后，感谢所有喜爱光荣与梦想的观众朋友们。